哇塞，简直是太棒了 ！Amazing！ Oh my god！ 炸鸡下，可惜没有啤酒。炸鸡下柚子，你们要看我吃过了，开不开心啊？小时候，小学校门口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用剪刀剪的那种炸鸡柳，2块钱，一二两，你们吃过吗？回忆的味道，小时候的味道，童年的味道。哇，那个炸鸡柳真的是超棒！剪刀，你知道吗？它拿在一个那个篮子里面，铁篮子，然后煎嘛，要夹炸，边炸边剪。吃过那个没？就是那个味道，太好吃了，加点辣椒面就是完美。好好吃不说话吗？行吧，你居然不想听我说话，那我就光吃吧，不说话好吧，免得你们更愤怒。不放大诱惑你们了，最后一个不是了啊，不是啊，你做梦梦到了炸鸡你就在吃，证明你的梦想实现了。